刚才就是我在市政府实习，那这个其实我是在新竹市政府啦。对，那我会去实习是因为一部分是因为学校强迫，也不是强迫，是因为我念观光学院，所以我一定要去校内实习我才可以毕业。那会选新竹市政府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之后因为政府要考那个什么公职也是蛮难的，想说既然学校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去选我实习的单位，我就选市政府。那但其实最主要原因是我住新竹比较近。好，下一个。那我是在那个城市行销处，新竹市城市行销处做实习。那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那个实习的一些，就是我在做什么。我主要是要行销新竹市，所以我们总共有16个实习生，然后大家其实是来自3所不同的大学，都是在新竹县市的，还有只有我们是桃园比较例外一点。那其实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销处，它其实只是提供一个场所，让学生去发挥，去思考说你要怎么去实习。那我们总共分了4组，那我们就是行销的方法跟方式，其实都是学生自己要去，你要自己去想，你要怎么呈那个行销新竹市，你要怎么用什么方式呈现。那我们主要是以模型跟就是一些针对一些新竹市的景点做介绍跟行销。那我们这一组主要是行销新竹市的东门城，大家有听过吗？有。对，东门城跟青草湖。青草湖其实它可能比较少人会知道，因为它其实比较偏僻一点，就是比较大自然一点。那这是我在市政府工作的情形。对，然后其实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实习啊，所以下班就飞奔过来。对，然后那个行销，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一组四个组员，那大家其实有两位是来自那个新竹教育大学黄文熙，那他们其实因为我刚刚讲到我有做那个模型，那模型部分的话就是他们比较就是主要是他们在负责，那明传就是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做行销。那我因为行销的话一定会有一些什么海报跟文宣上面的设计，所以我就负责做海报设计，那这是我画的那个设计草稿图这样。对，工作情形。好，那对，这也是都是工作情形，蛮乱的其实。好，然后我觉得我在市政府其实得到的蛮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我刚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的标题是2个月的旅程。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市政府一定会觉得说应该就是一些文书处理啊，或是打打资料、送送公文什么，你知道就很闲。不是说市政府很闲啊，我就说市政府第一个印象想到可能是这些啦，但不是啦，不是。对，那我在市政府得到的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像我刚刚讲，我们要行销新竹市，这就很不一样。所以，然后我的主管又有为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课程，让我们去体验，让我们去更深入的了解是那个新竹市跟一些就是表达上，他也有为我们做一些课程。那像这个是我们课程之一，就是我去电台当主播，对，我就要坐在那个主播台上，然后播报新闻。我真的觉得主播真的蛮厉害的，因为你要针对不同的新闻，你要不同的表情，然后你又要很顺，对，蛮难的。什么影片？对，这是我在主播台上的样子。其实我那一天我蕊了3次，就讲了3次我才完成，而且都是最后一句我都要讲完，然后突然就吃我吃，所以主播真的蛮厉害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不是去参加，但是我们就是去帮忙，因为新竹是还有参加一个游程比赛。对，然后就是这个是大家看得出来什么，是新竹特色之一。不是米粉，对，它是米粉，这个才是肉丸。它是肉丸，然后它是米粉，对。它其实他们两个其实年纪蛮大的，可以用很久，然后
后就是对跟他们合个照。然后像这个这一位是我们新竹市的竹倩公主，嗯，就如果想选是可以。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去体验去那个消防局做体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对对对，那个就是所有的建筑物不是外面都有那种逃生的，对，然后我们就是去体验，有人有那个吗？你是怎么了？为什么会体验？这不是我才。哎，我觉得蛮恐怖的，因为它其实有两三层楼高，而且因为我就是要扶，因为它是就是这样子，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就是你要背着那个地板，所以很恐怖，超恐怖的，我快吓死了。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主管有让我们去消防局做一些体验的介绍，其实主要就是认识新竹市了。好，然后我还参加很多记者会，对，也都是去看新竹市政府怎么行销新竹市，也让我们有一个想法可以去构思。嗯，对，谢谢。哦，对，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在那个市政府啊。真的体验很多我的第一次，就是像刚才我参加第一次参加记者会，然后还有这个第一次去拍 MV， 但我对我是当路人，对，然后这是拍那个 MV 的一些照片，对，都没有我，因为我是女主角，这个是女主角，然后这个就是我的角色，就是清洁扫那个。好年轻，就是少对少一些那种什么垃圾之类，然后因为我们对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然后还参观了很多一些新竹的博物馆，像这个是那个黑猫中队，它其实主要是那个时候内战时期，然后因为新竹有那个南寮渔港，大家有听过吗？对，然后因为它靠海嘛，所以飞机其实就跟对岸还蛮近的。对，然后就成立了博物馆，然后还参观了这个眷村博物馆，然后还参观了。就其实我觉得我参观了很多，虽然我身为新竹人，可是我其实没有参观，就是我甚至连听我就是这个博物馆我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在这两个月我去了解，我更深入的了解新竹市。更深入了解我的家乡，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昨天才刚办完，就是我们实习生的一个成果发表会。那主要就是要发表说你在这两个月当中你学习到什么，然后你怎么好好的把你的所学到的知识跟你学的一些就是概念理想，然后呈现在这个成果会上。那对，这位是我们新竹市市长。嗯，他也有来参加。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的模型，龙门城看出来吗？好，看得出来。然后这个是清朝湖，对。好，然后这两个就是我画的海报。嗯，那其实我们组员没有太设限，限制我去怎么发想，他就随便我，反正你就是画好两张海报，你就是要。的行销东门城跟清朝湖，那我行销的这个是东门城，我很希望在东门城新竹市东门城那边，有人有去过吧？就是它是一个广场，那我很希望可以在那边办一个露天电影院，然后像这个也是，我希望可以在那边办市集。嗯，好，我就是一些发表的状况。好，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最想要表达就是我在市政府，我找到我的目标，我想做行销，我喜欢行销，然后我更深入了解我想要的，跟我认为我就是我想要的目标。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暑假过后我要升大三了，那其实，在大二的时候，我对于我未来的目标我很不知道，因为我念观光，其实毕业之后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做什么你应该要做得好，或者是你应该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我找到了，虽然说我其实一开始是有点误打误撞就进入市政府，但是我
我觉得至少他给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对，他一直闪，谢谢大家。观众的 Q&A 时间，请问大家有对他的分享，或是有一些市政府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市场提问。好、哦，请问你喜欢新竹吗？喜欢你认为你所问的喜欢的点是？没有，我刚也在新竹念书待过几年，然后好奇问一下，身为新竹本地人的看法。我喜欢幸福城市啊，真的很幸福啊，我之类的。是还蛮幸福的啦，我觉得。我是觉得新竹的环境很好，很适合，就是在那边你可以很自在，其实，然后其实居民都很友善。对。怎么进入市政府当中？它会需要有些标准。其实我是我民传第一届，对，进入市政府，然后因为会进入是因为我们系上一定要，教育实习，然后对我就选择了市政府，而且因为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我以后考公职应该很难考进去，所以我想说我就先去体验看看，对，任何人都可以去。它是用分数，就是你在校成绩的分数，然后再看有多少人去选。这样，对，主要是这样筛选。我以为是，就是为什么实习到一个单位，然后他还可以安排你去体验那些消防啊，还有一些什么，是那主管有特权还是什么？然后你就是去安排你他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就只是打公文或是跑文件什么，可是他愿意让我们所有实习生去学习去了解。那这个下面那个消防体验的过程呢，是本来就有排定那一天要做消防体验，还是说是为了你们那些实习生然后特别排的那一天？算是特别排的，他其实也可以找其他地方。有人想问你什么？其实我们还想讲，但是 YouTube 其实找不到 MV 啊，是我出现的描述大概立马吗？私底下再问你们看，因为我其实那个在镜头大概有三秒吧。没关系啊，三秒也不错。这一秒是吧？而且因为那天真的是了解到，就是人家不是很多演戏的，可能早上十点然后等，然后下午才换你。我那天就是这样，就是坐在那边等啊，因为我又不是女主角，又不是什么，我只是一个路人。换三秒。对啊，然后就三秒。对，有薪水。心酸啊，心酸。有薪水的。没有啊。啊！你说明年一次给1000？十个小时上班，还涨薪水？你要高薪吗？我们是去赚经验的。我们是在政府赚经验的。对，我问我刚才明年。那你有想当导游，你就会想当公务员都可以啊。不用我去考那个导游领队，可是我没有上。没关系，再见再见。又是心酸的。对，你可以去拿那个励志语。励志语。哈哈哈哈哈。励志战袍。你可以看着他游来游去。你刚才说有提到那个，就是你们做那两个行销嘛。那这个行销它做出来之后，是之后他们会拿来使用的，还是说这个真的要去乱用？我还蛮希望它可以拿去，就其实我自己很希望我可以去从事那个，就是针对我刚才提出的那两个行销，就是电影跟市集去推广。但是，是否可以真的用拿来用的话，可能还是要看市长吧。对。